妹子，这是干嘛？谁是你妹子？你瞎饶命啊！大人，这批劳工啊特别能干，还劳烦您带给徐大人啊。你们都给我过来，快走，过来，快点，快走，你跟我走，这儿呢。快点儿，快点走啊！真的是带个瞎子。哎呀！妹子，这是干嘛？谁是你妹子？你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今儿本姑奶奶就替天行道。你瞎饶命啊！小人没想着，做完这一趟，就金盆洗手的。金盆洗手？我看你是一笔赚够了。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侠，小人是受人所托，送了一个人进来而已。什么人？是不是一个贵公子？是，女侠果真神机妙算。别拍马屁了，要饶你命可以，那你得好配合我。小人保证，一定配合女侠行事。不准暴露我的身份，否则。这是什么？刚刚我给你吃的是我独家秘制的十日断肠丸。十日之后如果没有解药，就会肠穿肚烂而死。施主，小人的毒该如何解啊？十日之后找我来拿解药。别哭了，走吧。走吧。幸好隔壁二大爷就是个盲人，小时候调皮经常学他，没想到这技能还能派上用场，真是技多不压身呐。大人，人给您带来了。这就是送来做侍女的吗？是的，保证又瞎又听话。瞎子好啊，不会泄密啊。我生来就瞎，看不见。跟我走吧。